就是我们有一个纪录片叫做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，翻译过来就是 Another Me in the World， Another Me in the World。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丹麦寻找到1990年十月五日出生的这么一个帅哥或者美女。这个项目呢，就是2012年我们开始启动的。那么也就是想，这是一个环球旅行的故事，但同时，它不单单是一个旅行的故事。